台长帮帮他们，他们也很可怜，有时候抽号也抽不到。嗯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，感恩卢金鹏台长，感恩师父。嗯，请师父帮我孩子看他的身体状况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属猴的，1992年。嗯，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两个部位出了问题的，第一是脑子，第二是腰后面的脊柱跟腿。嗯，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我告诉你，脑神经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嗯，造成他的肌肉萎缩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且他的腰部这个腰椎啊，腰椎骨啊突出，让他这个大腿啊筋抽住，所以他其实他两个腿当中有一个好一点，还有一个不好。好的。对不对啊？那请问师父，他身上也没有灵性呢？你说呢？两个，两个灵性。嗯，一个是老妈妈，一个老妈妈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的妈妈还在不在啊？我妈妈还在。还在是吧？对。那有一个脸大大的、圆圆的、走掉的，脸大，头发往后面梳的，鼻子也蛮大的一个老妈妈。老妈妈。你的妈妈在，就是她的奶奶在不在啊？不在的。哎，奶奶是不是脸圆圆的啦？嗯，是的。好了。跟你讲了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经常回来晚上，所以你们家晚上还听得到墙壁上面有声音，他经常在你们家里墙壁上面走来走去。有，我有听到。他有听，看见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在他身上，白天晚上，白天少一点，晚上就在他身上。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，实际上他的脑子还是可以用，只是神经部位不能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他要当心了，他现在只有一半呢，非常的不舒服，而且会不大动，不能动，明白了吗？那请问师父，他要念多少小房子呢？对，这个奶奶呢，要念280张小房子。280张，好的。好吗？给家里呢，给家里，你们家里好像有一个符，过去请人家啊，请人家怎么通灵人来看过，好像放个什么符，我看到啊，你们家里除了我看你们家里还供了一个什么神啊，一个神位，神位啊，你们家里倒蛮漂亮的。嗯，你们家里好像还有楼梯啊。对，鼓掌，明白吧？明白。你赶快啦，嗯，好吧，帮他好好的修修了，要好好的念经了，嗯，否则的话，他时间长了，他那个腿就不能动了。他现在还能动，有一个腿蛮好的，还有一个腿神经抽住，嗯，而且他过去经常抽筋，嗯，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像师傅他有没有机会请师傅加持，能给他，希望他能站上来。嗯，像你们刚刚学的人，我怎么加持啊？好好，所以要多修多念经。像你们这些孩子要早一点学，早一点念经。像你看我这次在槟城开法会，你看一个女孩子坐在轮椅上过来的，我给她一加持站起来了，本来两个腿站都站不住的，结果往前走，一个人往前走，走了第二天放生，轮椅都不坐了，自己走路去放生了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嗯，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讲了。像这个孩子，你们现在念经，我一看到这里来气场很差，你至少要吃全素吧，你许愿都没许，我怎么能够加持啊？有，每天都有许愿，师父。每天都吃全素啊？没有。好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所以我跟你说了，吃素和不吃素人的气场不一样的，一个干净，一个你想想看，动物身上的东西吃什么身上就会冒什么气场出来的。你比方说你经常喝那种咖喱，你身上就会有咖喱味道，对不对啊？你经常喝什么汤，你身上就会汤的味道出来。你像你经常吃鱼啊，腥的不得了，你放在把鱼放在冰箱外面放一天，晚上马上臭掉。那你放到你身体上37度，你怎么会不臭啊？在身上，
所以很多人肠子跟这种鱼肉跟这种肉粘在一起了，晚上又不活动，只要便秘一个礼拜，接下来跟肠子就粘在一起，所以接在肠子上，所以叫结肠癌呀、啊。所以他一动手术，把你肠子要割掉三分之二呀、啊。所以这就是道理呀、啊。所以你们要好好修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以后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自己要学会念经。小弟，你有信心不啦？有吗？你相信不相信台长啊？相信。啊，你现在你看看，你现在小孩子年纪这么轻，你以后还有前途了。他属什么的？属猴的，师傅。嗯，他应该还有两年多就解决了。两年多，你帮他小房子念好。好，谢谢。他能站起来的。好，谢谢。现在他这个腿啊，现在叫他这个腿抬，他就我就能够叫他那个左腿应该能够就抬，左腿啊，应该就能抬的。动动看来，啊，动啊。好，看看哪个腿能动啊？右腿试试看，现在热不热啊？身上热了吗？他没有感觉，下半身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讲，我跟他讲。小弟肚子，小肚子这里热了吗？有点。嗯。你两个腿现在感觉都是不是太好，但是你的右腿啊。你慢慢动动看，应该可以的。你帮帮他看看，你把他抬到一定的位置，啊、嗯，你动动啊，嗯，好，一个就可以，哎、嗯，好放下来，好。他会抽筋。哎、抽筋是吧？你好，你放着，好。我的妈呀！全是鱼啊虾呀、啊、看了吧，嗯，大家看了可以动了。小弟你要想站起来最快也得一年，如果你要走路恢复到70%-80%两年，你要有信心，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还要锻炼，还要在家里走，痛也要走，好吗？你好好念经，每天念礼佛要三遍。好吧，大悲咒要念21遍，心经念21遍。好，台长很容易的。如果我两年之后再过来的话，我看你已经应该可以走过来跟我讲话了。没问题。啊、嗯。感恩师傅，想请问师傅要放多少条鱼呢？放生？12000。12000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好的。像你们家里这个条件，放12000条没问题的。好，谢谢。我看你们家很漂亮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装修的很好。你们家族里边有点业障，虽然有点钱，也有业障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好好努力啊，你自己也有业障啊，你的腰很不好。对。你的肠胃很不好。对。嗯、讲都不要讲了，好吧，好好努力啊！还有，我都不好意思讲你了，你的感情运很不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自己到人间来，感情吃了这么多苦，养个孩子不容易，对，所以自己要全心全意好好修心，摆脱自己的困境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，感恩感恩。好好努力，小弟啊，好好念经啊。啊，争取啊！看台长告诉你，很容易的。你这个人啊，两年之后，我看已经看到你站起来了，很容易的。小安师傅，很好的孩子啊。哦